好，就听你的粉丝哇，今天等很久，今天特别的热，但还好险没有下雨哈，运气很好。还有媒体朋友也很炎热，这边也有一些粉丝啊，来来来，当然后面还有一些路过的，不小心留在这里的哈，欢迎你们。在今天我看到 PB， 我觉得你特别漂亮。对，因为我戴了全新的手表 Citizen 的 Plus C， 就是女表，然后呢，这大家看到这个跟整个背景这个花房、时光花房都非常的相衬映，就是 Sakura。Pink， 对，没错，樱花粉红金的。今天特别美，一定是因为樱花粉红金辉映在你的脸上。我靠它打光。是的，那我们就赶快来跟手表先来合影一下。谢谢 Hebe， 来，我们先让最美的代言人先拍几张美丽的照片。现在呢，为大家介绍就是田馥甄手上所戴的全新的表款，如同刚刚董事长讲到的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时光花坊来参观。同时呢，也是它连日本都买不到的款式哦。这个光动能全球电波时际表呢有很多的特色，包括呢它有非常漂亮的蓝宝石的玻璃镜面，另外呢它充电之后省电模式可以连续运作3年，非常省电。然后它是钛金属的，所以女生也不要觉得压力很大啊，非常的轻盈。那当然呢，它有非常美的 Sakura Pink， 也是我们 Citizen 的招牌重要的经典颜色，樱花粉红金，非常的美。那么辉映在 Hebe 的脸上，或是辉映在各位的脸上，都会让你自信加倍。如同刚刚董事长提到的，品牌的精神叫 Better Starts Now。稍后呢，我们也会让田馥甄来分享一下她的美好片刻，还有怎么样来阐释 Better Starts Now。来，请田馥甄照顾到每一个环节。来，左边都有很多摄影师哈，谢谢。稍后呢，我们品牌的代言人也会亲自的为大家揭幕这一个快闪店，持续到6月30号，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参观我们全新的表款，同时也可以来这里拍照打卡，非常的美，非常的梦幻。好，还有哪边需要视线呢？帮我们呼唤一下女神呢、啊。好，右下角，右下角，谢谢 Hebe。好，还有哪边需要？好，我们待会还会有第二轮的拍摄哈，谢谢。好 ，Hebe 照顾一下我们电子媒体，稍微动一下哈 ，Yeah。还有电子媒体缝隙后面的路人啊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馥甄完美的演绎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揭幕仪式，请留步哦。马上我们要再次欢迎工藤浩一郎董事长，代表亚洲区为大家揭幕 Citizen 台湾首次户外快闪店。三、二、一，起动手！好，时光花房正式开幕。来，医生，你小心，我担心吗？好，请二位一起看着前方。谢谢董事长亲自出席，也谢谢女神如此的美丽的登场，最有说服力的女神田馥甄。好，请二位先看右边。好 ，right side please。好，右边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谢谢，我们董事长非常专业哈，立刻就秀出他的表这样子。好，左边，谢谢大力，谢谢。好，再回到中间，不得不说董事长展示表的 pose 比代言人还要厉害，代言人要加油。你看他多有自信，因为我们所有的美好，所有更好的未来都可以从现在开始，每一秒都要珍惜，就像董事长也珍惜来到台北跟大家见面的时光。好，加油加油，还有哪边需要视线？好，我们看一下粉丝小房子，就是我们广告里面的概念，时光花坊搬到了现实世界的忠孝东路上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参观 Citizen 全新的表款。好，加油加油 ，Hebe， 努力努力放电，过来过来，还有哪边需要？来，快点快点，快点！好，我们再来一轮哈，从右下角开始，谢谢。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时光花坊找到你喜欢的表款。好，再麻烦移到中间视线哈，谢谢。好，辛苦了。好，再来左边麻烦，好，翘右脚，好，翘完左脚翘右脚。女明星真的很辛苦，好，加油，撑着撑着，好，翘完两脚再交叉，好，招牌的连续动作，好，辛苦了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各位大哥，谢谢，好，我们让馥甄赶快跟大家分享。